8月24日下午，传了近两年绯闻的傅辛博和颖儿首度公开承认恋情。傅辛博发文写道：我把我们交给时间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并附上两人拥抱背影照片。但是乌龙的是，傅辛博却艾特错人了，难道是太开心了手抖了吗？不过不要紧，幸福才是重要的。随后颖儿也转发微博道：有你真好，真是七夕提前被吃了一口狗粮。不少网友也纷纷献上祝福，终于公开了，再次恭喜，很配的一对。傅辛博和颖儿两人相识假如爱节目中，当时在节目中被指到 CP 感就十足，节目上也是各种大放口粮，甚至不避前嫌在节目中公开大胆接吻。两人也将节目中的甜蜜在生活中延续到生活，曾被拍到当街牵手，在公众场合相拥，情到深处接吻表达爱意，这些都是小儿科了。这是继钟丽缇和张伦硕之后，如果爱这档节目又成就了一对。现在看到他们恋情，咱们还是送上祝愿。话说你看好这对吗？